好，我们这边再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小奖谢贝尼亚四卡打八月的 LV10、欸、天哪，你要知道 LV10 里面的蜜月兽是有200多亿血量的，应该就那一关最高了吧，然后这样子居然还可以涂过去，而且只要四张卡。好啦，来第一关这边的话是不能手消到心哦。好，那之前有跟大家讲过这个谢贝尼的技能倍率其实还不错哦，然后队伍的话也会帮你天降直航的木强化珠哦，那加上说他有带铁扇，所以这个伤害应该是还蛮起飞的啦。然后他现在副队长抱的大腿是蚩尤。好，第一关不能消心，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一关输出也主要都是在木啊，第一关就逆属性打出去的伤害也都还不错啊。来这边铁扇跳了，还没有要开齁。来这边新珠有点多，先稍微去叠一下下。好，他最后哇手速够快，拉得好及时啊，没有削到木，然后也有符合红绿灯齁。来铁扇开下去了，好，这边一样用直航去叠齁，然后尽量就是消正副队长的直航，因为他是人神直航会天降哦。好，来第一关这边带走，好，铁扇开下去之后就也开始克制火鼠了哈。好，来第二关不能手消光的五鼠盾，好，这边五鼠都有，好，但是就不能手消光哦。好，来这样子有叠到。哇，这个伤害其实真的蛮霸的。来第二关这边的话是锁定围城，然后扣血 100%、哦、好，这边直接开谢贝尼炸板，有要把牛魔王的 2.5 倍开下去吗？看起来是没有哦。好，来这边版面全消，好，第二关这边也是推过去了。好，接着第三关，这边中间的话打死，左右就会自杀哦。那左右的话要特别注意哦，等于他打过来的话，下一关还会突击，你要算一下自己的血量够不够。好像他这边就开龙科延迟了，左右虽然会自杀，但是如果他在 CD1 自杀的时候，哦，他还是会锤你一下。这个不是 bug， 他是设计本来就是这样子哦。好啊，下一关就把龙脉遗击碎了，所以这边能开也是就开一开吧。好，这边打了900多亿哦。好，下一关龙科击碎，然后不能手消到新。好，那因为龙科刚开完，所以也没有新珠哦。来这边就是去把版面消干净一点点。OK， 又是一个满版哦，漂亮。好，这边吹过去没问题啊。对，而且可以看到四卡的血量就来到40000了，其实也蛮 OK 的。来，接着这边要偷回合吗？这边手消大于等于7就可以了哦，他不是手消指定7哦。好，这边偷了两回合。好，铁扇的升华征服也是很猛哦，所以转珠的时候记得也可以去消一下铁扇的直航。好，来这边直接关开铁扇，然后把牛魔王都补下去。哎，没有再开哦，关铁扇，好，然后牛魔王补下去。好，他这边下一个手消水，不是手消啊，消到水就会减伤的负面 buff 哦。然后下一关数字盾复消重置哦，所以他刚先关铁扇了。啊，上一关是越战越强，所以要小心哦。好，来这边有要把铁扇再补回去吗？没有哦，来25颗。好，这边要转5个直航吗？好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应该是想要把技能再稍稍的洗回来哦。
好，这个是20-25版本的数字盾啊，就是遇到2223这种会比较讨厌一些些。好，21颗技能其实都跳的差不多，哎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技能应该快要跳了。好，这一队要洗技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刻意去转横行哦，不要让它天降。好，25颗。好，数字盾这一关带走。来，接着第七关的话是不能手削到木哦。好，那这边把铁扇开下去。那他会把你的木冰封啊，冰封越多，他的伤害会越大。哦，这边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下。好，来这边没有锤过去哦。哎，这一回合还是只要平转而已哦。好，这边又是一个满版的削法哦。好，来这一关就锤过去了。来，接着第八关哦，就是最麻烦的蜜月兽啦，手削全光暗星哦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想要开哪一个版面呢？应该是左下那一个吧，然后再开牛魔王把星转掉。哎，没有哦，这边开的是不一样的哦。来，把角色猪也抓出来用哦。哦，这一波伤害有带走，没问题啊。哎，第九关第一条血，哎，不是说第一条血啊，第一阶段是大于等于八康哦。好，这边把铁扇先关掉。好，第二阶段是手削指定八哦。好，少了铁扇，这样子可以进到第二阶段吗？哦，没有哦。好，因为左右直行都还会天降啊，所以平均大概再加个两三 combo 左右吧。好，来手削指定八。好，这边开牛魔王的真伤。这一关基本上是真王关啊，因为八就很吃版面哦。好啊，这边也没有转直行吃到升华，这个伤害 OK go 没问题。好，来接着王一哦，每回附加消除技能重置哦，所以他刚先关铁扇。哎，一开始是五康哦，这一关就是各种手削指定的啦哦，一开始是五，然后再来六七八，最多就到八。啊，你就是去符合他条件就好，他每回合都会转十康版面给你，所以珠子的部分是不用太担心啦、啊、对，就是你要想办法转到这样子。好，这边有要稍微再洗一下吗？这边其实也可以拖两回合，因为他是越扣越强，你转失败他就是打你 25%， 然后再来 50%， 再来100%这样子，所以是有两回合空间可以拖的。七康 ，OK。好，来八康。好，这边要偷回合了哈。其实如果真的不行啊，你也还有吃油的固定版面可以用啊。但是二血就会，二血我在想他应该也是关开铁扇吧，因为二血有手削多种减伤。哦，当然这都只是猜测啦，看完才知道。来，八康这边转到了 ，OK。好，二血是会碎裂啊，他要开蚩尤还原碎裂是不是？好啦，那这边的话是碎裂九个位置，然后手削多种减伤。哎，对，铁扇也不能关开了，因为他根本没有那个哦，原本根本没开。好，那蚩尤的话开下去，哎。双蚩尤才有还原碎裂、哦、所以这边的话是没有办法还原的、啊、那这边的话就是把版面弄到剩下木更新，被他减25应该是还好、哦、
好，对不起，因为真的太少玩这种比较无脑的卡，蚩尤。好，来这边带走，没问题哦。感谢观众用这个谢贝尼小奖实战 LV10，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